两名妇人冲出超商外，拉拉扯扯，大声咆哮，双方喝得烂醉，一旁男性友人也劝不了，直接在广场上演全武行。 原本三名朋友在超商内喝酒，一言不合大吵起来，店员上前劝架，他们却愈吵愈凶，甚至开始动手。店员担心波及超商，做事摔椅子要他们出去。对，因为这楼上都开了很多，你知道，24小时的，听说晚上常常。 上个月30号晚上10点50分左右，两名妇人在三重天台商圈的超商前，不顾路上人来人往，直接大打出手。时常喝酒后有那个口角，讲话都很大声。店员啊，他是要求我们啊，不要让他们在里面。 吵架这样。据了解，三重天台商圈出入复杂，经常有人在超商喝醉，闹事频传，让超商店员非常头痛。直到警方到场，才平息这场闹剧。记者黄一凡、吴姿怡新北报道。